跟着志工的脚步走入市务医院。志工们这一趟是要移交全新的体外除颤监护仪给院内的呼吸科。基本上每个月差不多我们会做20到30个病人，因为每一个病人在做这个PROCEDURE之前一定要量血压血氧，要确定它稳定我们才能做，然后做这个PROCEDURE的当额它可能心脏会出现问题或者是血压会低的话，我们可以立刻检测到，我们可以立刻急救。因为这个是新开的部门，所以这些仪器都没有，所以绝对是这架机器绝对是救命的机器。这个仪器对市务医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很感恩社会大众的长期以来的支持，让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能够完成这一次的捐赠。抢救生命是无价的投资，志工的援助犹如及时雨，让守护生命的白衣战士无后顾之忧。麦大爱陈玉娟、陈素娟，沙拉月报道。